在。谁闹的？哎，我这瞅没瞅着，怎么三个白头带拐弯的，就是一骂小拐弯。不行了。叫十四。叫不上。好的。没，这正好，这正好有角度。这种球吃过，就是中安一打就交位了。这种球你总是去加这种中低杆，就是收不住劲儿。啊，这球十一叫挺直的，直接低杆往回勒就行，偷点点。哎呦啊，勒那儿叫个十五号嘛，是不是？九号还够打的，九号推进就行呗，是不是？那你就推就完事了，我看你咋撕上的。小劲儿啊，劲儿别大。对，这个劲儿用，这个劲儿用十五，每个能撕上。它分离角不支持。十五号定点叫十二号跳球。啥玩意儿？直接就高杆带赛上六号那块去了。这球是赛上六号这边的，走。走撕上也跳死你，这球。给你。呀，这把撕上了。呀，你看看这走位。完了。你在旁边干啥呢？这真能干扰对手啊！能灌死你。吊带。